人们都是独自生活，一个人也过得自由自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他，第一次见面，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。后来他们渐渐变成好朋友，互相分享，彼此学习，日子过得简单又快乐。但后来一切变得不再单纯，随着生活变得富足，许多世俗规范出现，限制人们来往的对象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许多人因为各种世俗常规而变得不幸，但现在情况渐渐好转，我们又可以自己决定要和谁在一起，要过怎么样的生活，人们找回当初单纯的快乐。虽然未来瞬息万变，但我们相信世界将会越变越好。